烧饭，快你烧饭呀！我不烧，这可难受的，你来烧，你来烧，我不烧，我不烧。不努力怎么行呢？咱们来掷骰子决定怎么样？好，老规矩，谁输谁烧饭。好，来来来。老大不伤悲。好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来烧。哎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所以传道授业。所以传道授业。解惑者也。解惑者也。人非生而知之。人非生而知之。怪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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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朗朗有声，刚才朗朗有声，现在身影全消，现在身影全消，莫非吾已老也，莫非吾已老也，耳聋眼花，王进才，王进才，宋金宝，宋金宝，我们在这儿。站起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们不在这里读书，跑到门外去了，这是朽木不可雕也。这里雨太大了，我们到外面去躲躲雨啊。你还要强调啊？啊？我给你们每人两下教训啊！哎呦，疼不疼啊？不疼不疼。好，你来，你都站好了，跟我读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。所以传道。我问你，宝宝头上怎么会起瘤的？是老师罚的。老师为什么要罚宝宝？我也不知道呀。你不知道啊？你眼睛瞎了啊？宝宝受那么大的委屈你都不知道啊？我白要你了啊？好啊，我今天也要叫你头上起个瘤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啊！你不知道啊？敢说不知道啊？你，我叫你，你头上也起瘤子。你出不来啊！你不出来你啊！啊！打死你！啊！出来吧你！啊！你听见没有？快出来！啊！哎呦，不要打我呀！你赶紧出来你！你听见没有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好啊，你别打！三毛，算你命大，啊！这笔账我以后再跟你算。快点，快点，给你吃顿饭。我不要吃饭，三我已经吃饱了。二五三下五除，哎呦，三下五除，哎，三毛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在说五除二，对吧？三下五除二，七上二去，七上二去。哎呀，少爷，五进一，对，七上二去五进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。这个蛮香的哦。哎呦，三下五，五除二，对吧？三下五除二，七上
二去骑上，骑上二去。哎呀，少爷啊，喏，五进一。哦，五除二，哎，三毛，还是你来做吧。不行不行，你妈妈知道了又把我的皮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有我在，不会。我头都疼死了，你来帮我做嘛。你不是做的蛮好的吗？我，来来来，吃棒头糖。让我想一想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门关上。哎，搞朋友。我帮你扇扇啊。哎哎，我痒痒了，痒了。哎哎，哎，下面下面下面。哎，上面上面上面。屁股下面，重一点，重一点。嗯，哎哎哎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呀，你坐快点好吧，我困了。哎呀，这道题太难做了呀。嗯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哎，三毛，你快点想啊。怎么想不出来了？怎么想不出来呢？哎，我看我还是先睡吧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今天一定要把作业做完的。我想想，哎，三毛，你会不会是太饿了？哎，对对对，我是太饿了。我刚刚吃完饭的时候啊。只吃了一碗稀粥，哎呀，肚子很难过呀，怪不得脑子空空的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拿点东西吃啊。来来来，三毛，嗯，喏，给，好吃吧？嗯，哎，弄弄弄，你多吃点嘛。三毛，快点写吧，我困死了。嗯，我有一点点想出来了。啊，奶奶多吃点。多吃点啊。嗯。你想出来了吗？嗯，还有一点点没想出来。哦，那你全吃了吧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去睡。过一会儿呢，我把你的作业全部做光。啊，还有毛笔字，还有，啊，一篇作文别忘了。嗯，嗯，啊，我先睡了。
宝宝的灯还亮着。哎呀，他复习的那么晚，眼睛要弄坏的。太阳嘛，总算从西边出来了，小孩知道用功，好事儿啊。哎呦，这样不行，我去看看。哎哎，哎呦，我会心疼的呀。哎呀，这样灯开着，我睡不着的。小孩子要考试了，开夜车是正常的嘛。嗯，你们这种男人呢，就是轻硬。哎，这有时候对小孩嘛，心是要硬一硬的啊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做棍棒下面出孝子，不打不成才的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呀，我小时候读书啊，哎呀，一天到晚给我爸打呀，一天三顿逃也逃不掉的。哎，老师到我们家从头到脚的打，叫什么竹笋烤肉。呵呵，小朋友们，昨天你们交上来的课本呢，我都批好了。我现在就来宣布一下，啊，谁的功课做得最好，那谁的功课做得最坏。我的肯定是最好的。宋金宝、黄豆芽，啊，站起来。就是他们两个。到前面来。就是他们两个跑到。站好了啊。宋金宝，我叫黄豆芽。黄豆芽，你不是宋金宝，你凑上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哎，宋金宝，哎，同学们，这个就是宋金宝做的功课啊。昨天呢，也是他做的最好。太好了，本本都是这么好啊啊！不但功课好，而且呢写得清清楚楚啊。你们大家看一看，一点一横写得很整洁很清楚。最近宋金宝同学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啊。哎，三毛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当然高兴了，你知道吧，这是我做的。哎，那么老师应该表扬你才对喽。应该表扬我。这里还有一份。黄金才，你做的什么？你写的什么？我让你抄文章，你把题目都抄错了。我让你写韩愈的诗说，你写的是什么？啊？你写的这？孟老师教训。啊，孟老师教训。啊、你倒不写教训我孟老师啊？啊？哼，写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回家去重写，写韩愈的诗说，不要写孟老师教训，知道吧？哦，拿去，连抄五遍。这种五遍啊？对，不能少一个字啊，少写一个字我就给你来一下。哎、同学们，哦，你们说黄豆芽要不要给他一点教训啊？要。孟老师，两下，两下。给他教训几下呢？两下。好，听见没有？来，一下，手拿下来，两下，疼不疼啊？疼。疼啊！再来一下，疼不疼？不疼。啊，不疼。坐好。哎，金宝啊，你也去坐好吧。啊。啊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不谢不谢啊，来，这个拿去吧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小子有你的。哎，这样才是好学生嘛，大家要认真的向他学习，学习他认真的做功课。你怎么完了啊？黄豆芽把教训带回去，我又得锁在门外过夜了。安静一点了，同学们。宝宝啊，吃点鱼啊，吃点鱼会聪明的。嗯，你看妈妈把鱼刺拿掉了。
小心点啊，张开嘴。啊！切！妈妈，我要吃虾。哦，妈妈给你剥啊。想不到今日恩典受报。哎，妈妈，今天老师表扬我嘞。真的？嗯。老师说什么了？老师说我做的作业全班第二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儿子。读书人嘛，刻苦一点是应该的，进步了也不能骄傲啊。你看，你看你，儿子进步了也不表扬，老板着脸，只知道教训。哎呀，这是为他好，现在不严厉一点，将来，就像这种小瘪三儿，饭桶一个，非偷即盗，最后啊，饿死在马路上。宝宝啊，要考试了，加把劲，考个好成绩，爸爸和妈妈陪你到杭州去旅游。真的啊？哎，大人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啊，只要你把好成绩拿出来啊，这次啊，你要是考得不好的话，我就送你到乡下去收拾心。妈妈，我不要到乡下，我要到杭州去旅游。好，宝宝啊，只要你用功，一定会考出好成绩的。三毛，你说说，宝宝能考上第几名？哦，至少啊，也能够考得过黄豆芽。黄豆芽谁？哎呀，黄豆芽就是你的老朋友，黄警长的儿子。哦，三毛啊，黄豆芽在你们班上考第几名啊？第几名？快说呀！第二名。啊，第二名。儿子，你有没有决心跟他那个比比啊？他们比，他们经常比，都是少爷赢，黄豆芽输的。宝宝啊，妈妈相信你。这次啊，一定会考过黄豆芽的。少爷一定会赢的，放心，放心。三毛啊，这次少爷进步了，我奖励你啊，你也有吃啊。这块鸡，拿去吃了。给我的。叫你吃你就吃，啰嗦什么？哎，你快吃了，三毛。小瘪三，就知道吃。是啊。他哪所以喜欢吃鸡了，吃像猪一样，还不快走啊！快点快点，给少爷铺床去。哎呀，这个鸡真香啊！哎，有素有素。哎呀，像饿死鬼投胎一样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哎，瘪三呐，瘪三总归是瘪三。妈妈，啊，奶奶吃。妈妈，我吃饱了。我要上楼去，我要做作业了。那不行啊，身体要紧。好，你这么知道用功啊。我相信这次你考第一名不成问题的。妈妈，我上去了。妮妮，你拿八斩鸡干什么？我肚子饿了，可以吃啊。哎呀，你要吃，妈妈等一会儿帮你拿上来嘛。我做功课最怕别人打扰了。哎，让他拿去算了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呀一定考第一。哥们，爸爸，我上去了。啊，去去去。三人行必有如是，如是。我是老师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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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毛，你好用功啊。三毛，吃鸡，吃鸡。你不要吃啊，少爷，你别逗我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这鸡是给你吃的。什么？这鸡给我吃啊？对呀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吃鸡吗？我给你拿来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要我做什么了？哎，三毛，等会儿啊，我要去看电影。
看电影又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爸爸妈妈要我背书，他们要听到楼上没声音就会上楼来看的。你就在这儿帮我趟一下。趟一下？哎，少爷，快要考试了，我劝你还是好好复习吧。哎呦，我现在赤着脚也追不上了，还用什么功啊？哎，你怎么向他们交代呢？哎，你担什么心啊？到时候我妈妈会帮我的。三毛，我走了以后你就在这里大声朗读这篇文章，要读得含糊一点。爱其子则是而教之于身也。哦，知道了。爱其子则是而教之于身也。对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，正在温课，请勿打扰。怎么样？拜托了，你吃。我走了，再见啊。三毛，有素啊。哎，三毛，你好好读，读得响点啊。有事有事。爱其子则师而教之。对。哎，好，就这样读啊。我回来给你讲故事，再见。嗯。六遍。要不要？莫凡。其身也，则耻师焉。宋太太，你儿子深更半夜还在读书啊，将来一定会中状元的。要中状元，是呀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子啊，什么都不喜欢，就喜欢念书啊。是吗？那好，那昨天呢，老师还表扬他呢。哎呦，爱妻子。其实啊，我倒不在乎什么，只是怕他太用功了，身体吃不消。哎呦，心疼死了。哎，宋太太，来来，说吧，你听。怪者，朗读的多有神韵呐，一定是个神童啊！对，一定是个神童。来，出白。来。莫非吾以老也耳聋眼花？三毛。怪者，刚才朗朗有声，此刻身影全消。刚才朗朗有声，此刻身影全消。莫非吾以老也耳聋眼花？哎，少爷，你先睡觉啊，你先好好休息。等会儿啊，我就上来了，你妈妈在叫我。好，下去吧。则耻师焉，或也比童子之师授之书而行其。快点。三童。三童。东风。东风啊，哎呦，我要只有一个了。老板娘、哎，吓死我了！小菊，你来干什么？不是你叫我吗？我也忘记了。哎，三毛啊，少爷还在上面读书啊？对，少爷说要背到晚上12点。啊？背到12点？嗯，要出人命的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到楼上去看看。哎，老板娘，你不要去。少爷讲，你一上去，他就要背到天亮。哎。背到天亮，是好孩子，坐下来打牌吧。你放心，我不劝他的。对，来，你看，现在就在休息啊。他呀，连我都赶到门外了。哎，七条药吧。我儿子用功嘛。哎，用功的，好的，好孩子。我真担心他的身体啊。不用担心的。来，三毛啊，你要伺候好少爷，这次少爷考出好成绩来啊，我呀。就给你买一套新衣服穿。哎，买的新衣服，应该的。谢谢宋太太。哎，三毛，你要好好干啊！来，还有这么个好的童。来，一说，要不要？干嘛？你还不上去啊？哦，还不上去伺候少爷？好，快点把门关好，不要影响少爷啊！四童，谁要啊？要不要？哎，四童。哦，四童，哎，四童。我还差一个呀，哎呀，差一个呀！我看看，哎呦，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。或焉，比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也。怪者。刚才朗朗有声，此刻身影全消。此刻身影全消，
少爷，你背出来了，你背出来了，你真聪明。怪者，怪者。宋太太，你儿子真用功。 好福气啊、哎、我的儿子啊就是不听娘的话，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你好满足嘞。对呀，宋太太啊，我看呐，你儿子将来一定是出将入相之才呀。哎，宋太太，你儿子以后还要当总统嘞。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说不定你就是总统的妈妈嘞。我对吧？哎呀，哎呀，今天妈妈烧的鱼好吃吗？好吃的。我知道你喜欢吃红烧的，对吗？嗯。哎，宝宝啊，嗯，看妈妈给你什么东西啊？哟，人参。你放在口袋里啊，没有事情的时候放嘴里嚼一嚼。哦，读书用功啊是好的。哦，但是啊，太用功也不好。嗯，以后啊搞坏了身体，妈妈要心疼的啊。哦，知道吗？嗯。三毛啊，少爷要去上学了。三毛，哎，嘿嘿嘿，你倒好啊，挺舒服啊，还在睡觉，小赤裸。他在背什么？他怎么会背书啊？哦，他是听我背的，听熟了就会背几段了。哦，莫非吾以老也，耳聋眼花？嗯，这是讲什么？是我们孟老师教的古文。古文。谁？上次孟老师讲雨纷纷，雨纷纷，像是讲气象预报。嗯，怎么现在耳聋眼花？这不是在教中医吗？好像是的。你们孟老师到底教什么？我们孟老师学问很大，很聪明，样样都教的。三毛啊，三毛，不要马呀了，不要马呀了，好去了啊。三毛啊，看在你陪少爷熬夜背书的份上，今天不打你了。嗯，少爷这几天就要考试了，你要加倍的照顾好少爷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老板娘，我这几天不是在卖力，而是在卖卖命的照顾少爷。少爷你说对吧？对对对。妈妈，这两天三毛对我很好的。哎呀，好，来把帽子戴好啊。哦，去上学。来亲亲妈妈。嗯嗯嗯。哎呀，好了啊，快点去啊。嗯，快点啊。走了，妈妈。老板娘，我们走了啊。带上他，路上小心。哦，路上小心啊。哦，搀着手。哦，听啊。三毛，三毛，坐下来休息一下吧。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坐。三毛，三毛，三毛啊，你要喝水是吧？哎，不不不不不。三毛，吃点心，吃点心。来坐啊，你坐，我来坐。我怎么能坐呢？你是少爷，我是书童。哎呀，你坐呀，快坐。哎，你看这两个孩子干嘛呢？嗨呀，逃学。三毛，来来，少爷，我来背吧。不不不，给我，我来背。这里边还有呢啊。少爷，你一定有事儿吧？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吃。哎，三毛，你吃吧，你吃了我就告诉你。三毛，明天就要考试了。
考试了怎么了？要是我去考的话，肯定是个鸭蛋。哎，少爷，你吃了鸭蛋就不能去杭州旅游了？对呀，我还要被关到乡下去嘞。我跟你讲，乡下的蚊子可大嘞。我最怕蚊子咬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乡下的野狗也很多啊，有这么大，咬一口，保证你得狂犬病。哎呦，三宝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一想到考试我就要哭了。少爷，所以啊，我劝你，你要抓紧复习，也许不会吃鸭蛋的。哎呀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三宝，你带我去考吧。什么？我带你去考试？三宝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少爷，你开玩笑吧？考试又不是吃东西，我怎么能帮呢？三宝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我帮不了，孟老师再近视，他也会认出来的呀。哎，这个没问题。你看，口罩干什么？又不是冷天，戴帽子戴口罩，嘿，神经病啊！哎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老师要是问我呀，我就说我伤风了。阿嚏！从现在起啊，我要让全班人都知道我生病了。到了考试那天呢，你就照我这样子去做，老师绝对不会发现的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哎，少爷，要是拆穿了西洋镜，你妈妈会打死我的。哎，这个你放心，我可以保证，我妈妈绝对不会打你的。要是她打你啊，我就不是人，怎么样？我这里啊还有人参，吃了很补的。哎，我听人家说吃了人参，人很聪明的。那给，怎么样？我，哎，三毛，要是你帮我这个忙，今后我们就是兄弟，你可以跟我一块去上学，好吗？我还可以让我妈妈给你出学费，让我上学。你想骗我啊？三毛，骗你啊，我是乌龟。让我想想，三毛，在吃中饭之前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要是不答应我，你今天晚上就在马路上过吧。反正我心肠蛮好的。少爷，要是你再答应我一件事，那我就带你去考。什么事儿？快说。你肯定不会答应的。算了，那这些东西你自己背吧。以后啊，自己去上学吧。这个也给你，好，那拿去吧，我要到街上去要饭了。三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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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啊，你别走。哎呦啊，三毛，还有什么事儿比考试更难的？你是很难答应的。到底什么事儿嘛？掐不灭的事。哦，他不干怎么了？他不想在黄豆芽家里做了。那他想去哪里做呢？他想到你家去做。到我家？那我不是已经有你了？你不答应吧？不答应我走。不，三毛，我想我有办法。有办法？前几天啊，我听黄豆芽说他要把恰崩送到监狱里去。他说恰崩太笨了，我想他到我们家里来做小工，这样不错吧？你做得到？当然做得到了，只要我妈妈出面，肯定会答应的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，我们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来来，上课了，上课了啊！哎，都是的。好。哎，金宝，你怎么戴口罩？他感冒了。感冒了？感冒了。真是的。
感冒了。你打什么喷嚏啊？我传染上了，传染上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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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哎，金宝，叫你妈妈来取衣服，不要忘记啊。同学们，现在我念一句，大家念一句啊。同学们，现在我念一句，大家念一句啊。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夜来风雨声。哎，谁在打喷嚏啊？啊，报告报告，黄豆芽，报告，是宋金宝在打喷嚏。啊，宋金宝，站起来。怎么了？你伤风了？啊，报告老师，阿嚏，我重伤风。那你回家去休息吧。阿嚏，报告老师，阿嚏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要坚持复习。那你能坚持吗？生病有什么？我吃得消，挺得住。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啊。哎呀，同学们啊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啊，他这种精神啊，真是难能可贵呀！啊，向宋金宝学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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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告诉你，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金宝答应了。答应什么？你到他家去做小工啊？真的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怎么？你真好，只要我不进监狱，我会好好干的。嗯，来庆祝一下。来吃。嗯，不行不行，这是少爷的东西。哦，你说他呀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是少爷，他是书童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吃吃好。孟老师，谢谢你啊，抽出时间来帮我女儿补习功课。打脸打脸，都是邻居嘛，是吧？我们都是应该的，是吧？再说呢，你女儿很聪明，是吧？孟老师教你的都清楚了吧？啊，也就是说，月亮挂在天上。啊，月光呢，照在地上，啊，就地上呢，就好像有一片白霜，白霜呢变成了白雪，啊，看见了白雪呢，就想起了家乡了吧？不对，是苏北的家乡。哦，那你们是哪里人呐？我们是苏北人。哦哟，真聪明啊！苏北两个字加得好啊，苏北的家乡。哎呀，丽丽啊，李白的这个诗呢，原来有四句啊，你背给妈妈听一听。哎，丽丽啊，快点背，背给妈妈和老师听听啊。床前明月光。对。疑是地上霜。哎。抬头望明月。嗯。低头思故乡。好，一个字都没错。哎呀，是老师教的好。这样，你呀，再解释一下，表演啊，表演，给老师给你妈妈一起看啊。月亮挂在天上。月光呢照在地上。对，地上好像有一片白霜。白霜就变成了白雪。我看见了白雪，就想起了苏北的家乡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哎呦，孟老师，是你教的好。可不能这么说，主要是你的女儿自己聪明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是你教的好。那你长得漂亮嘛，那么生出了女儿也聪明啊。哎呀，孟老师啊，我们家丽丽能这个样子啊，主要是你教的好。不能这么说。真的真的，你就不要客气。你演戏聪明，你教女儿也聪明啊。是不是？你演戏，三夜戏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回家。我一个人回来。要注意安全。好的好的。路上要当心一点哦。
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你多穿一点、啊。哎，孟老师，这个是小意思啊、哦。哎，你哪家哎买点香烟吃吃吗？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呦，哎，那你就买点茶烟。哎呦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是不能收的。哎呦，孟老师，你看邻里邻居的，是吧？哎呦，你也不好意思。孟老师，孟老师，怎么他也叫我老师啊？真是，你怎么买菜这么早就回来了呢？啊？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不是啊，他是想让我帮他来补课呀、啊。哦，辅导功课呀、啊。辅导功课应该在楼下。楼。啊？这现在他正好有空。你来做什么呀？哦、啊，孟太太，我是让孟老师帮我们家小囡啊补习功课的。哎、对对对哦、哎，不是唱戏呀、啊哎，唱戏应该到台上去，读书嘛应该在楼下啊、哦。哎哎，孟太太，我，哎好，没有关系。哎呀，孟老师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，再见再见，走。哦，再见、啊、再见。哎慢走啊。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慢走啊，当心呐、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几次了，少跟他搭讪、啊。哎呀，大家邻居，他孤儿寡女的，怪可怜的。哎呀，孤儿寡女的，我不去买菜了。哎，你这什么？你这干什么？这没道理吧？这是什么叫没道理啊？